胖丁吗？是不是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胖丁的朋友，这是国小数学，直接讲答案。我没有，我没有要懂了。我现在要进行神奇宝贝大师之路。三二一，开始！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好，不然你形容他一下。阿伯蛇。胖丁吗？不是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胖丁的朋友，我已经画成这样了。弟弟，好，OK。电球吗？对，以前叫雷电球，现在叫霹雳电球。算过。这个你们最好是猜得出来。大闸蟹。哦，大闸蟹，那可以算吧。下一个。鬼师，鬼师，过了。好过。大眼蛇、啊。你什么都猜大眼蛇。Yes。双蛋瓦斯。是瓦斯蛋，它就叫瓦斯蛋。对，就是这只。好，你五分钟。到了，那还没。好，我们给你一题加分题。加分题是不是有好几只在里面？是不是衣服？嗯、我觉得是什么？你在写他的名字？里面有类型。角金鱼。角金鱼。好，我觉得你画的蛮像的。那你现在总共有2240，然后距离6666还有一段距离。算不出。那我们现在跟你说，我们其实有一些加分题，你可以选择要不要做。你要录一个早安起床影片。好，我决定就是这个。好，你决定就是这个。要10秒以上。好，3、2、1。早安，给我起床喽！去工作，赚钱。10秒到了，300份。好，我如果没有满那个分数，我也是故意输的。怎么办呢、啊？我高中的真的完全忘了、欸，我全部看不懂哎、欸。社长大人拥有一个又大又漂亮的神奇宝贝乐园，最近要扩建一区给新加入的青眼白龙。等一下，神奇宝贝乐园加入青眼白龙不合理，所以这题就是不用算，直接得100分。按照下方的规律，图三的拼题会有几个？图六。这是国小数学。对。加八加九等于24加17。教大家一个算数学的撇步，就是不要检查答案，这样才帅。错了也没差。第三题，将假狗绑在长方形厨房一角的柱子上，又在虐狗。它可以吃到的饲料平均最大面积，完全忘记。这应该跟什么圆周率有关吧？我不会算48×3.14。第一题是500平方公尺。完全对。好。第二题是42个，我当然是写42。好，第三题153.86，153.86，不需要检查。恭喜，获得300分。下列何者可表示成两个质数的乘积？第一，什么是质数？第二，什么是乘积？有时候你要选择属于你的战争，像这就不是我的。我直接选择打电话给我在交大研究所就读的朋友。你有没有机会还会国中的数学？国中的没有问题。真的假的？哎，质数是什么意思啊？可以教我吗？
因素是什么？现在我问你，高中数学在坐标平面上，就是我刚刚有拍照给你那一串。直接讲答案。我没有，我没有要懂了。A 是三分之一 ，B 三分之四。哇，交大！啊，好简单啊！第二题我刚刚也有拍，也顺便帮你下。有，它有一到五个选项，那我猜是 D 吗 ？A、B， 没有，我觉得是 C。31.2，那就是三。我们再给交大一个掌声。然后呢，因为扣二的关系，所以会扣掉300分，所以你在这一关拿到1300分。香蕉先拿来。那你想想看，刚刚的加分题有没有心动的部分呢？哦，晚安。对，晚安睡觉教视频。晚安。这么晚了，还不睡吗？年纪也不小了，身体还承受得住吗？我想承受不住了，快睡觉吧。300分，轻松入袋。你要再考虑其他奖杯？没有，我今天绝对不会换我的奖杯，我会把其他东西全部换掉。我才不要换我本来就已经有的，好亏哦。